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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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也来了。咱们村有这么大的喜事，我们能不来吗？是啊，这座大桥的建成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啊，党和群众心连着心呐、啊哎，所以这座桥起名就叫连心桥。哎呀，王书记，真是太巧了、哎！王书记啊，我们这个懒懒呢？哎呦呦呦呦呦！王书记，还是我来说吧。哎、我们这个懒懒呐，为大桥起名也叫连心桥。哎, 哎呀，真是太巧了，懒懒。嗯，上高中了，高中一年级。这是我初闺女。哎，这孩子有出息，考高中全乡第一，是个状元苗子。王书记，我听说你最喜欢红叶了，我为你绣了一方红叶手帕，王书记你喜欢吗？喜欢呢。给呀，好漂亮啊。王书记，我也送你一件东西。哦，不过嘛，我得收太笨了，把这红叶绣的。哎呦，哎，这绣的是个啥子嘛？哎，绣的是个财爷子嘛？哎、谢谢二嫂。王书记，我们这些民工靠卖苦力为人家背东西，哎，白天啊背了一天，到了晚上啊，哎，把个脑壳往框框里一钻，就睡在大街上。哦，不瞒大家说呀，我和二赖子的洞房啊，就是在那大街上入的，倒是也没耽误了快玩儿。哎呀，快！你的脸皮咋个比城墙倒拐还厚？哎，你装啥子装？他的脸皮刚薄了几天。要不是王书记帮你哦，现在还不晓得你来成个啥子样子呢。哎，就是、哎、这句话要得。王书记，你向政府申请又到处化缘，为我们建起了北二国宾馆，住一晚上5毛钱，吃一顿饭2块钱，我们再也不用睡大街吃干锅盔喽。我们为饭店取名叫感恩饭店，人家都说神仙好咯，我比神仙乐逍遥咯。我的联系点儿，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分内之事，大家千万别客气啊。王书记，王书记，你要为我所知。
书记。娘娘，还处死我上吊的那个张仁秋，她是我的闺女呀、啊，她死的冤呐、啊，王书记。女儿被带到派出所讯问，没两天的时间，人就没了。王书记，他们可不能稀里糊涂把这事儿就了结了。我这当娘的咽不下这口气呀、啊。那么大的一个闺女，那么好的一个孩子，怎么说走就走了？王书记，你要为我做主，你要为我做主啊！大娘，大娘，王主任，是公安局那个案子。亲，我会给你个交代的，王主任，我们走。王书记，兰兰，好孩子，好好的读书啊，走。北主任，情况怎样？王书记，几名涉案人员口径完全一致，一口咬定4月23号集体出警，案子还是没有进展。大家的情绪怎样？这几天虽然是连续作战，但是同志们的情绪都很高涨啊！上级纪委对此案非常关注，巴中市纪委特意派来两名得力的干部来协助我们的工作。好，有大家的热情，有各级领导大力的支持。还有巴中市纪委专门派来了两名干部协助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好，王书记，您先忙着。王书记，倩文。哎，王书记，倩文呐、啊，几天来把你累坏了吧？不累呀、啊，王书记，大家都担心您的身体，快吃饭吧。谢谢大家了。
倩文呐，哎，你来看啊。问题就出在这儿哦。看守死者张仁琼的两个民警，竟然到火锅城大吃大喝，擅离职守，有机会使张仁琼自杀，出了人命大案来。可公安局的领导，为了保住先进单位的称号，竟然瞒报了这个事实，一错再错。至今看守死者张仁琼的两个民警仍然逍遥法外呀。难怪张仁琼的母亲一告再告啊。倩文呐、啊、刚才开会的时候，我怎么发现你说话吞吞吐吐的？王书记，我正要和您说这事儿呢。这个案子牵扯的人员太多，个个背景复杂，弄不好我担心您会……别怕，王书记，我就不信这个邪。前文呐、啊、近年来我们纪委办了几十个大案，有的错综复杂，有的盘根错节，有的案子比今天这个案子要复杂的多，我们不是也都攻破了吗？有后台有背景的我们更要查，我们纪委就是要纯洁党的队伍的。老百姓既然有反应，我们就应该查个水落石出啊。倩文，我有信心打赢这一仗。可这个案子牵扯到公安局长和副局长，其中副局长柳强还曾经当选为县十大杰出青年呢。柳强，嗯，柳强的本质不错，并且我们是好朋友。不过这个案件中，柳强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他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你是说，只要我们认真的追查，就一定会水落石出？对，倩文，来。通知大家准备开会。好，知道了。我找王书记。王书记、哎、这位大妈，您找谁呀、啊哦、我找王英。王书记他正吃饭呢。他吃他的，我找我的、哎、大妈，我又不堵他的嘴、哎、大妈，您是不是姓王？嗯，叫王英。嗯，那我就找对了。王书记您看这。大妈，您是？王书记，柳强他是我的儿子。
今儿个咱就打开天窗说个亮话，您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您是让我给你磕头还是送礼？送礼。大妈，您别，这是我们家全部的家当，我求求您放过我的儿子，我求求您放过我的儿子吧。听明白了，案子正在调查当中，大妈您先回家吧。啊，不行，你要不给个准信儿，我不能走。大妈先回去吧。且闻呢，哎，天要下雨了，用我的车把老人家送回家去吧。大妈走吧，要下雨了。走吧，大妈先回家吧。啊，王书记呀，我的儿子冤枉啊。妈妈先回去吧，回去吧。王书记呀，大妈，我儿子他实在是冤枉。大妈，大妈，王书记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大妈别难过了，走吧。我是王英，我就在你们家门口，赶快答复我，你要是再查下去，我看你们全家是不想活了。喂喂，王书记，喂，王书记，王书记，我和小李小王分别收到了这么多信件和神秘信息，王书记您看这个，我看你们是小题大做，请转告姓王的让他小心着点。王书记，还有呢，您再干这点，姓王的是要出风头，我要把他告到中央去。王书记，您看看，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告诉你，我已上报了某某领导，请你赶快收场。赶快收场，否则你们会后悔的。劝你们不要多事。朝有时刻，你自己穿吧，为什么？
朱明丽故意掀风波。且闻官机好。喂，啊，在，王书记。喂，您好，稍等，且闻呢？哎，通知大家，准备开会。知道了。您请讲。还有什么说的？立即停办。书记，继续开会。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们大家不能忘记我们的职责，更不能忘记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呐。这个汉子必须扎下去。北有北上山有北有北有北国河有北河里的心心在山腰城有北湖一江青千里春爱神北有北有北有北国查看一年，撤销副局长职务。爸，我生不如死啊，我好糊涂啊，我。哎，刘强，书记快走啊！
这柳强家呀还真够远的，我要不是担心您呢，我还真不想来呢。担心什么？你想啊，咱们给柳强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一年，撤销副局长职务，您说咱们这个时候来合适吗？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来呀。哎，王书记，您平时办案梆梆硬，寸土不让，今天您这是？有一位首长说过这样一句话，做纪委工作的要具备菩萨心肠啊，惩处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挽救干部才是我们的天职啊。再说柳强的本质不错，这个时候我们有责任帮他走出这个困境啊。王书记，我知道您的一片苦心，那就看人家接受不接受了。且文，哎，给什么？看，哎呀，王书记，可真有你的！柳强的妻子下岗了，他有着较丰富的工作经验，我们帮他安排在幼儿园工作，不好吗？嗯，情况摸得清，消息探得准，我呀，积极配合。好，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您这段时间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您该到医院做个检查呀。没事，没事，老毛病了，气管炎，吃点药就好了。天文呐，到了。王书记，我去。好。谁呀？是我，王英。你来干什么？大妈，我是来看柳强的。来看热闹？走走，我家就是柳强。咱们走。大妈，你看咱们的热闹吗？你别来这虚套子了。王书记，咱们走吧。大妈，您把门开开吧。我不开。不开门也行，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我不听。是你狠心把他害，却又假意看望来，好心当成驴肝肺。书记，您说咱们这是何苦来？且文，
刘强，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刘强，刘强啊，你曾是十大杰出青年，曾经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啊！英雄，如今变成了狗熊。刘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今天的错误抹杀不了昨天的成绩，同样，昨天的成绩也掩盖不了今天的错误。刘强，我相信你能够重新站起来。站起来，王书记，我老婆下岗，我又被撤职，我的前途在哪儿啊？我是寸步难行啊。刘强，你知道吗？王书记为你费了多少心，他为你给县委写信，他为你重新站起来创造机会，他又给你老婆重新找到了工作。这是工作介绍信，给，拿着。柳强，你快看看，幼儿园。柳强啊，留党察看，这意味着你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呐。人才的帮扶，我建议你到那儿去。王书记，强子，爸，来，穿上。王英同志不幸身患绝症，肺癌晚期。
两天两夜了，你一句话都不说，你快说话呀，你快说句话呀。得的病情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我的妈妈还有咱们的儿子然然。英子，大夫说了，你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咱们的然然几次要求妈妈陪他去一次海南，我想等然然放了寒假，我们一同陪儿子去海南。老张啊，今天是几儿了？今天呢是星期天了。呀呀，我怎么都给忘了，我全忘了，我答应好到八庙乡检查工作，顺便去看看柳强的，我怎么都给忘了呢？英子，不行，这是我说好的，一定要去。老张啊，我的脸色是不是好难看呢？不行，我得化化妆。那好，我帮你啊。不老恨，不老恨。
来生我还嫁给你。英子，我相信你会活出奇迹来的。英子，嘿哟，乡亲们对柳强的帮助啊。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知道吗，咱们村这么多项目都是王书记帮助协调的，我在此感谢乡亲们，感谢王书记。好，哎，只要人人都献出力。好好好好好，瞧你那婆罗嗓子，你还唱呢，还是我给大家唱一个吧。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哎呀，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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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你这是干活不要钱，唱歌要人命哦。好好好，今天大家高兴，哎，王书记也来了，咱们叫小状元，兰兰唱个歌好不好？哎，好，好，叫兰兰唱。兰兰，兰兰，兰兰，兰兰。兰兰，明天就要开学了，你今天为什么还不走呢？嗨，我的钱交不起学费，这孩子要出去给人家打工啊。打工？兰兰，阿姨不是跟你说过吗，你上大学的学费全由阿姨来供，你怎么不找我呢？我想去找您了，可又不好意思，上高中这几年你已经为我花了不少钱了，我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兰兰，
你怕添麻烦就放弃了上大学了吗？兰兰呢，你知道吗，你考的可是全县第一名啊。你知道乡亲们对你抱有多大的希望吗？也怪我没有及时把钱给孩子送来。我的车，赶紧送兰兰上学校。哎，兰兰呢？这是几百块钱，先带上。记住，以后阿姨每月按时给你寄生活费啊。我这有二百块。我这有二百块。快说！快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兰兰，你知道吗？这是奶奶爷爷叔叔阿姨们对你的一片希望啊，孩子你就收下吧啊。兰兰，收下吧。是我的读书感言，但里面有好多是写给我妈的话，这是我和我妈的精神交流空间，保密。你这个孩子，姐，你先去看看。姐，我舅舅。姐，哎，
小军，姐夫，英儿啊，姐夫，我那英儿啊，姥姥，然然，姥姥，你们怎么也在呀？啊，您也来了。哎，英儿啊，老爷不回家，那眼瞅着天就凉了，我给他织了条围巾。你妈妈呀，光顾着忙乎别人的事儿，她就是不知道心疼自己个儿。你说说孩子，姥姥，姥姥给我吧。说孩子，然然，妈，英儿啊，妈，哎，然然，然然，让妈好好看看。快开学了，妈妈又没顾上陪你。没事儿，妈，妈，哎。您这么大年纪也来了，身体怎么样啊？妈挺好的。英儿啊，你老也不回家，妈怪想你的。你说你这孩子，哎呀，妈，姐，你又给咱们家争光了。哎，妈，英儿啊，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在全八州市都让人动了。英儿啊，咱街道李大妈他们一见了我就说呀，妈养了一个好女儿。哎，英儿，你等着，来看妈给你带什么了。妈给你织的又暖和又好看，戴上试试来。哎呦，你瞧瞧，正合适。你瞧我闺女，妈，你这么大年岁了，哎、好看，眼神不好，还总惦记着我。亲爱的妈妈，给，来，我看看。哎、妈，妈，哎，妈，来，你们快坐、哎，我也给你们买了礼物了。哎妈，这是一双鞋，是贴近老字号的，可舒服呢。妈还有的穿，又花钱。然然，这孩子、哎、是大学生，必读的特殊，好好看看。哎，谢妈，小军呢、哎？这些都是你的，有你儿子的，你媳妇的，还有你的。哎，老张啊，就是没有你的。瞧你姐像，都老夫老妻的了，还分什么你我呀？哎，英子，你的病。英儿啊，妈，把你弟弟调到八中市纪委工作的事儿咋样了？小军呐、啊，别让妈跟着咱们操心了，行不？英儿啊，英儿啊，你刚刚得了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英儿啊，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趁这个机会跟你们领导好好说说，会给你这个面子的啊，英儿啊。你说你就这么一个弟弟，那你不帮他那谁帮他呀？啊，英儿啊，你，哎，英儿啊，妈老了，你又忙的不怎么回家，我琢磨着把你弟弟调到八中市守着我近点儿，以后有个照应不是？你说我这个要求过分吗？那最主要的是你弟弟那工作工资低不说，海拔那么高又缺氧，你弟妹吧常年又没个工作，那你侄子上大学那急需要钱呢、啊、日子多呢。我这个当妈的看着这心里头，你这个当姐姐的看得下去吗？妈，小军是一名工人，怎么能调到机关工作呢？再说每年我都给他寄钱寄东西，日子过得去的，至于调动工作，妈不行啊。你为啥？小军呢、啊、你应该理解，你是我的亲弟弟呀。是你的亲弟弟，是你的亲弟弟，就不能调动工作了吗？小军，婴儿，喊了
儿啊，三妈求求你帮帮你这个弟弟行吗？妈，不行啊。你妈，你别再求他了，你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小军呐，姐，既然这样，以后你别给我寄东西了。小军，别走。姥姥，妈，真不知您是怎么想的，舅舅您不管，姑姑你也不管，哎，倒一门心思帮别人。你怎么跟你妈妈说话呢？你妈妈她，你还是个孩子，大人的事儿你不要管。是，我是个孩子，你们大人的事儿我也管不了。可她是我妈。然然，有什么话你都说出来啊。妈，您知道吗？同学们挖苦我，说我吃的穿的用的就不像纪委书记的儿子。人家的家长为孩子寄营养品、寄名牌服装，经常去看望孩子。可您呢，一次也没有看过我。妈，一次也没有啊。然然，妈妈是没有给你寄过名牌服装和营养品，更没顾得上到学校看过你。儿子，你知道吗？就在咱们家乡，有多少像你一样大的孩子，就连上学的条件都没有啊，都是因为他们家里穷，交不起学费。妈妈帮他们，就是想让他们和你一样上学读书。然然，你能够理解妈妈吧？妈，您做的我都能理解，可你理解我吗？我记得很清楚，从小到大，不是外婆送我上学，就是爸。您为我做了什么？为我爸做了什么？为外婆做了什么？为这个家又做了什么？儿子，爸，您知道吗？您知道人家都说我没有吗？妈，你们都给我起开！让开！
然然，
妈妈的日子不多了，可妈妈有好多话想说给你，可不能。妈妈把这片红叶留给你，但愿这红叶能教你做人，伴你成长。妈妈的好儿子，你听懂了吗？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王英同志所在的四川省南江县遭受了严重的地震灾害。王英同志此时正在重庆进行化疗，他强忍病痛折磨，拔下针头，立刻赶赴抗震救灾的第一线。铁门呐、啊，咱们南江县遭受了这么严重的地震灾害，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躺得下去呢？王书记，你不要命了？铁门呐、啊，你看呐、啊，全县的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王书记，这里有我们，你快回医院吧。倩文呐、啊，有件事拜托你，这是我获得的20000块钱的奖金，在我看病期间，拜托你每月按时给兰兰寄生活费啊。王书记，我记下了。王书记，王主任，王书记。王书记，据南江县七里乡群众举报，有人在救灾物资上动了手脚。动了手脚？对，有个别干部分配不公，给自己的亲友多分了帐篷，还有个别干部私自搬进帐篷，群众对此事反应非常之强烈。怎么办，王书记？太不像话了，王主任，这件事由你负责，对那些个别干部发放不公的人立刻做出严肃处理，还有对那些私自搬进帐篷的个别干部，马上让他们搬出来，让老百姓搬进去。好，王书记，您多保重身体，我马上落实。王书记，全国人民给我们捐了这么多钱和物，要是出现了问题，我们如何面对全国人民呐？王书记，你怎么了？这是王书记，快回医院！哎，王书记，铁门呐！铁门，千忙万忙，你一定要把好关，跟那些隔壁干部发放不公的，一定要做出。王书记，你别去了。
家都给你过生日来了，可你却不在。Thank you.
是我刘大妈，你心中装的是啊百家的苦，吞苦水酿蜜糖，欠的是千万家呀。
当家国法，更要把党的温暖送往千家万户，万户千家呀。Yo!